序，咱各组的同志，各位先生大姐，大家下午好。老师下午好。非常感谢啊！咱来这位家伙获选这个学习的机会。啊，咱这条的歌的名就是叫做《生老病死》，也是由着咱的志工老师给咱做一个持续。啊，拢总有四段，第一段所阐述的是生，第二段是老，第三段是病，那第四段呢？这就是死，所以讲，咱拢知影讲生老病死，伫咱人生当中是已经必经之路啦吼。那当然，咱今仔日幸福就是讲，接受这个宝贵的台座，然后咧，互咱对着这个生老病死的道理，进一步的认识。那嘛，因为俺希望，既然都听到。